欢迎来到世界之最。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，欢迎评论留言。最小的球鱼窝球鱼，它们又称粉毛球鱼和仙女球鱼，其外形有点像三文鱼寿司，因此也称寿司球鱼。它们主要分布于阿根廷中部的干燥地带，数量极其稀少，属于高度濒危物种。窝球鱼是球鱼家族中最小的成员，与其他球鱼相比，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老弟，身长只有84到117毫米，尾巴更短，只有27到35毫米，体重还不到100克。不过它们的爪子很长，约为身长的1/6，这使得它们拥有一流的挖掘技术，据说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消失在地洞中，人类很难挖掘到它们。不过在蚁穴附近可能可以找到窝球鱼，毕竟它们的主食是蚂蚁与蚂蚁的幼虫，所以它们会把家安在蚁穴附近。如此可爱的动物，你是不是也想养一只呢？不过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曾经有科学家就饲养过它们，据说一周就死亡了，因为被抓的窝球鱼心理压力巨大，最后死于抑郁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球鱼是除人类以外唯一携带麻风杆菌的动物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饲养球鱼。